老部长，白山同志，今天建国十周年，参加作业的陆海空等代表部队列队完毕，请你见了人民奉指挥，上家有礼。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林彪元帅，在阅兵总指挥杨勇上将陪同下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。解放军全体官兵，对祖国、对党、对领袖，抱有无限忠诚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，陆海空军全体同志们、人民同志们，今天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光荣节日，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，和来自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志们一起，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。林彪元帅在命令中指出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祖国社会主义的保卫者，又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。接着他说，祖国的大有精神，每一个作战人都要满腔热情地指导人民群众，并按照各自的情况以可能的力量参加。